大家好，我是 Sasha。 今天一共有10个动作，右边做完以后再换另外一边，你准备好了吗？ Go！ 将膝盖往后移动至臀部同高的位置，往上移的每一下都要有夹紧臀部的力道，注意运动过程中将脊椎与颈椎的位置延伸拉长哟。这个动作不要忘记把脚伸直，以髋关节为中心上下摆动右脚。下一个动作，请将腿部抬高，以规律且有力的节拍将腿部做上下摆动。接着让我们换个方向，你就可以把动作看得更清楚。右脚屈膝，以膝盖为中心，将大腿向外翻开。要注意两只手掌的位置务必在肩膀正下方。接下来维持一样的姿势，把右脚上下摆动，注意力量以上提为主，夹紧臀部哟。再来，请把你的身体往左边躺下，并以
下手臂为支撑，左边膝盖弯曲，将右脚持续做上下摆动的动作。相信到这边你应该觉得非常酸了，继续努力，加油加油。请把左脚伸直，右脚往前跨，在不断把左脚摆动的过程中，上抬往内夹的力气最重要哟。的重点在于右脚慢慢伸直，从膝盖往脚踝的方向做延伸，把脚尖拉到最高点，像是芭蕾舞者一样的修长优美。请你背部着地，两只手放在后腰侧下方，让你从脊椎到颈椎的位置都能躺在瑜伽垫上，两只脚向外张开，膝盖伸直。这边的力量向外打开，快，向内夹紧，慢的力道去做练习哦。接下来，两只手放在臀部外侧，双手臂夹紧身体，两只脚打开与肩膀同宽，将臀部位置往上抬。
们已经完成一半啦，接下来要来练习左脚咯。步骤和前面几个动作一样，相信第二次的练习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，加油加油。接下来动作不要忘记，脚尖轻轻点到地面就可以抬起来了，上台的力量比较重要哦。维持一样的姿势，左脚以规律且有节奏的方式上下摆动。接下来，膝盖往上抬的时候，要抬到跟臀部一样高，手掌位置不要忘记要放在肩膀的正下方哦。这个动作请把左脚的线条拉长，别忘了动作线条越优美难度越高哟。I'm not a man.
国最爱的美人鱼动作又来啦！现在脚非常酸，但是为了漂亮的线条，让我们继续动下去哦。想要看起来紧实，这个动作就给我好好的夹紧。左脚往上抬以后，往下收膝盖，轻点地面，把脚伸直是最重要的哟。双手记得放在下腰处，一定要让脊椎到颈椎的位置可以完全贴合瑜伽垫哦。来到最后一个动作了，记得不要把臀部抬得太高，眼睛只要看到臀部顶端跟大腿同高的位置就可以了，加油加油。
为自己拍拍手，20分钟比基尼臀腿操。